们今天要来上修行的课。因为我现在改用那个电脑做直播，要稍微测试一下。邀请一下大家哦。我们看一下简报哦，就是形状它有分方形，然后小圆方、大圆方、圆形，还有尖形。那这样子的客人啊，我们要怎么去修出漂亮的形状？它是有一点小方法、小技巧的。赶快上来哦！我们现在要开始操作咯。
这边有一些甲片，然后我们使用的模棒是用180的真甲模棒，或者是修指甲真甲模棒，然后或者是180的、240的都可以拿来做修行。那真甲模棒比较薄一点点，像这只啊可以水洗，它也是真甲模棒。那我们在磨修指甲的时候啊，角度不要呈现90度，然后尽量是修往前修，而不是往后拉这样子，往后拉。我看不到有谁上来，然后帮我打个招呼哦。然后我们拿磨棒的话，就是总透透的磨棒嘛，中间这样子拿，大拇指跟食指这样拿就好。那你可以另外这两只也可以一起，那也可以分开，或者是一只辅助，都是可以的。角度不要90度就好了。那如果说像修脚的话，我们会要修成方形，我们会角度会变成这样子，就是会90度完再反上来一点点。好，那么先修我们的方形，这样子。要修方形的话，这边成一条直线。应该要拿那个黑色的才会看得到。放一个黑色的。黑色的。这样看得到哦。那我们前端这边拿方形的话，我们修成90度。那不要就是晃来晃去，然后就是拉直，这样拉过来到过来，就是拉直一点点。那它是成一条直线哦。就是我们如果要修成完全方形，是这边是一条直线。那我们修完之后，你可以用这个海绵把前端磨好，这样它这就不会锐利了。好，修客人的指甲的话，完全翻的，然后我们会这样翻过来看，就是把客人的手指头这样整个五只翻过来确认它是完全的平的，哦，就是翻过来确认他的手就是每一只都对称这样子，然后没有这样歪掉，就是没歪掉，哦，修方形。那如果他今天要修小圆方的话呢，我们一样也是修方形。修完方形之后，我们换侧边这个位置。刚我们来看我们的剪报好了，我们来切我们的剪报哦。你看，这个小圆方的话，就是我们总 total 的，就是中间，然后再拆成三四等份，它去做旁边的修磨。就是小圆方的部分。好，我们再回到镜头来哦。所以你如果练习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就是用签字笔做记号，然后这边再做成一半，再一半，再一半这样。这个中间嘛，中间的一半，然后这个两个两个再一半。
割到一半，然后这个位置截掉就是我们的小圆方。就是我们如果说以做小圆方做要做的比较好的，你方形修完之后，好，这边跟这里是一样，一二三四，那这边也是一二三四，修完之后啊，这个地方滚下来，小力滚上去，大力滚下来，小力滚上去，大力滚下来，小力滚下去，这个位置是也是一样，小力上去，大力下来，因为这样才不会不舒服。可是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它就会不舒服。然后让这里顺一点点，这是我们的小圆方的指甲，哦，修行状。那我们要看自己有没有修得很好嘛，所以这个海绵把它磨一下，这样好。那我们放到这边，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大圆方的部分。好，我们大圆方的话就是一半的一半，一半的一半。好，一样啊，我们就是做先要磨平哦，一半，然后再一半，然后这个地方截掉，就是大圆方的部分。这边修行状，磨成方的哦，先一定要方形，所以方形的话记得拉长它才会直，拉长才会直。好了之后，这边一、二、三、四、五，啊，比如说一次都是三下，一、二、三、四、五，然后嘞，这边滚下来，推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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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是。滚下来，推上去，滚下来，推上去，滚下来，小力推，大力。好了之后呢，我们稍微修一下，让这个屑屑啊不要影响我们的视觉。一样，翻过来，翻过来干嘛？确认你这一侧跟这一侧的弧度是不是一样的啊？哦，如果你是一样的话，那两侧就是对称的，就是翻过来去看有没有两侧是对称的大圆方。哦，客人有些人蛮喜欢这样子一个执行的。好，那我们再看圆形。好，圆形的部分我们就是再比它一半再多一点点，但是它是全部滚过来滚过去哦，用电脑下去拨的话，那个秒差比较不会太大，不会太大，因为用那个手机拨的秒差太大。来，圆形的话一半，然后再一半，然后我们就是截进来一点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好，滚过来，滚过去，滚过来，要这样子，滚到这边来，这里，这里，这里，在这边，再过来，这样，然后再滚回去，这样。再回来，再回去。那怎么知道我是做出圆形的呢？好，怎么才能够知道自己帮客人做的是圆形的，又不是方方的呢？
如果我们这个可以画出一颗球，就是圆形的。好，我们一样先翻过来，翻过来看，先翻过来看有没有，就是好像这个地方 Zx 比较多，我们再修多一点掉。好，就是修多一点掉，这样，这样直着直着去修就好了。那这个地方要稍微就修多一点，修一点点掉，像我们这个指甲这里形状这里要，如果是圆形这里的角度要修掉。那如果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圆，就是圆形的，什么意思呢？来，我们看，我们反过来看好了。我们如果可以画出一个圆，就会是圆形的咯。就是照着它这个可以画出一个圆形，它会就是圆的。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小圆方，小圆方，那就是尖形啊，尖形，不好意思，是尖形。尖形的话，因为我们的指甲要够长，才能够修成尖形。如果没有够长的指甲，它蛮难修出尖形。那一般我们现在目前的尖形是指的是鸡蛋的比较尖的那一侧的形状。我们呢，就是一样修多一点，所以指甲够长才能够这边才能够修到快中间的地方。两侧修到快中间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把它来回，不好意思，来回滚圆，来回滚圆，对，这样来回滚圆，然后呢，这一侧这个位置会有个角度，这里会有个角度，这一侧要这样子再修上来，那这一侧的角度更明显一点。哦，有没有看到？它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个角度，要再修多一点掉。这样，这样，然后我们就把它给修。好，我们就请客人翻过来哦，就是全部都翻过来看他的手。好，就是形状一样的。修形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凝胶指甲，如果你形状修得好，它做出来会有点歪掉。可是如果说就是如果你已经修歪了，那它再做凝胶指甲会歪更大。我们这边就是有五个形状，就是比较常遇到的一个修形的问题。那这个方形啊，我们就是客人这个会这样会锐利的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帮客人就是在往内稍微修一下这样子，然后摸起来不要锐利会比较好。就是除非他有跟你说他要很尖锐，就是我们这样五个形状很简单，但是呢也还蛮重要，不要就是十只就有十个形状，对不对？歪歪斜斜的啊，我们要修出客人满意的，就是我们翻过来检查，确定每一只都是一样的形状。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做凝胶，第一件事情就要问他，请问你要多长，然后要什么长度跟形状。那我们直播就，那因为我们没有照灯时间，我有准备一个这个照灯时间，所以我们下次啊，就是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就会有照灯时间。那今天没有照灯时间，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也有给大家就是打字询问，对，有打字询问。
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啊，就是我这个档案应该会留存起来，因为我们没有测试过它停止之后会不会帮我们把那个档案啊给传到教室。那我们就播到这边哦，我们就要结束直播咯。